啊，各位都要一张相俾我睇咗先。好啦，咁啊，唔知大家觉唔觉得呢张相有啲乜嘢问题冇咧？我觉得呢张相好唔妥，非常非常唔妥。一个好似系警察嘅人，要匿喺墙后边。準備寫乜嘢咁樣，但係咧喺周圍咧圍滿晒記者，唔合邏輯。呢張相完全唔合邏輯。如果佢真係要跟住俾人睇到嘅，你成班記者喺度，即係俾人睇到啦。如果佢驚危險嘅話，啲記者唔使驚嘅咩？如果佢要暗中射击某个人，边度做到啊？咁多记者镜头向住呢张相，我真系唔明点解。如果有朋友可以将佢个来龙去脉咧讲俾我知咧，咪就多谢多谢啦啊！咁我就再俾大家睇多一次嘅相，再补充多一句，喺今时今日，一个咁嘅警察落单。佢唔俾突人打死先出奇，点会可能噶？真系唔明，各位，请帮帮忙，话俾我知点解。